团结新村南延民族部和中共当局2014年开始在东突厥斯坦和田及其他地区设立维汉合住的所谓团结新村，但这种人为的模范社区似乎并没有起到团结维吾尔族和汉族人的目的。在和田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好几排带有红色铁屋顶的水泥房出现在沙丘之间，一面中共国旗迎风飞舞。村庄入口处的广告牌上写着“欢迎来到和田团结新村”的字样。美联社的报道说，对团结新村加以更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中共一贯宣扬的民族团结却揭示了维吾尔人被剥夺的一些东西。例如，这个团结新村里不存在维吾尔穆斯林人需要的清真寺，也缺乏维吾尔村民喜欢的带有监控和雕刻装饰传统砖房。取而代之的是，当局认为象征团结维吾尔人家庭高举中共国旗的彩色壁画。维吾尔活动家访问加拿大外交部，旅驻加拿大的维吾尔人权律师买卖提妥和提先生访问加拿大议会和外交部，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会晤，并就东突厥斯坦问题交换了意见。据悉，他会见的重要人物包括加拿大外交部长克里斯迪亚·富里兰。伊斯兰合作组织关注维吾尔人局势。伊斯兰合作组织表示，该组织关注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伊斯兰合作组织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会议上发布声明，对维吾尔人的局势表示关注。中国抵制美国产品运动，华为财务长蒙完舟在加拿大遭拒捕，以处置一些中国企业和商业团体呼吁员工抵制苹果等美国公司的产品，引发中国会有更大反弹的疑惧。深圳的电子零件供应商 Manpack 公司在发给全体员工的通知说，该公司将惩罚购买苹果手机的员工，按市价处罚。以色列镇压耶路撒冷大学，以色列部队袭击了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大学。据巴勒斯坦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军队进入东耶路撒冷阿布杜兹的耶路撒冷大学校园，并搜查了一些院系，突袭期间在一些办公室遭到迫害。以色列势力没收了该大学的安全摄像机记录。